只有学到那个一零三三对对对对还有名师的啊那个很感动刚刚然后他讲的这个没有给他半点没有但是有念的就有就很强的了解的所以你们会想要学那个板点嘛？因为我不是教主板课，但是因为他有交代，我说他然后搞得哈、哦、那个什么时间不够。他说如果你们想要一个完整，因为像我在教主板，我习惯教一个完整的段子，因为这样你们那边都能搞，做的好，做的练。看你们要留小的话，我就可以利用一点点时间，反正你们已经会打主板嘛，对不对？就配上板点，就是帮你们设定板点，然后当然有那种打，应该很快。看你们啊，如果你们觉得好，好，我尽量用简单的，因为我们小孩教你们，对，其实你们那个都可以运用。那我们就可是走过了啊，太搞后，加油！你这么热吗？英文他们先出来哈，可以吗？可以。OK， 好，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说唱艺术的道具。大概就叫什么？口说艺术，口说艺术。其实口说艺术啊，一盒是北京，它是发源在北京的。可是北京呢，可是它还是有相声，对不对？数来宝、评书、泡肉花跟油，泡肉花相声它最够。哎，他搞一会是很多盘沙俗盘哦，就是盘子的盘，舍利子的舍，书本的书，盘沙俗。可是你们看，他听了是不是不像一个表演？敲一钟一棍鼠标，对不对？后来就改成弹牙弦，弹牙齿的牙，弦弦子的弦。啊，那个念破音字不是弦嘛？弦，弹哪点？意思有那个啊，弹就是有点乐器，好、啊、有说有唱的那种感觉。可是人家觉得弹呢不够这样子，后来又把它改成大家认为的大追鼓。其实大追鼓是聊天，你们忘了？啊，进口哎哎进口嘛，神进口嘛，哎你们忘了啦？就是没有话题的。哦，没有主题的，就观众就跟你寒暄，一个人都大追鼓，充满了那个我的哈，被我演的那个相声，我都大追鼓，哎不，哎呀塞，你跟追鼓说啊，我大表示弹有没有，很利落，而且那个内容是有经过修饰的，啊、哦，经过编排的，大我们现在讲啊，看那个，哎，你安讲哦，哎呀，人家上单买呢，那你买，他做什么来着？随便聊天。就是我们客家庄哈，这个双嘎喊嘎死的哈，就是那样的，没有任何主题的。可是你一带上去表演，你带深点皮说，那不是大追鼓，那是大追鼓啊，大追鼓啊。所以他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当初我跟唐川先生呢就想说，哎，既然呢所有北京的东西，他跟那边如果喊嘎没有那样的东西，好，没有那样的东西。哎，那广播其实相声它的由来大概在。现今大概快200年，在道光咸丰年间，那时候啊，皇帝驾崩了，停止一切的那个活动。我记得我们以前有啊，老蒋总统过世的时候，当天晚上电视就变黑白了。年轻一点的老师可能不知道，电视就变黑白了。然后就是学校，然后到你可是呆配校就对了，那个是国殇。他停止一切的活动，可是盖老师某天弄某天师那个什么，几乎那个表演者就是京剧，唱京剧的，他们的乐器都是锣鼓点，叮叮锵叮叮锵，怎么可能不配上，对不对？结果呢，有一个唱大花脸的，他叫做刘少婉，一个叫，哎，弄个啥哑音母去又操他，对不对？他就走到北京的天桥，他就想说，哎。讲故事给他个谈好了，是讲他的，哎，我想说给讲啊，有点太浅薄了。你就想，哎，呀，没有弄到音乐啊，也没有什么劳师动众啊，这样讲故哈，你都不爱写，你别
肚后压鸟，拼命命在那只靠那里。第二天他又去了，哎，人家又给他钱了，他就觉得说，哎，那我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也要把节目弄精彩一点，就不断的青菜告，你到九百年了哈，中下阶层懂社会出所的读哦，懂社会特殊，他们的知识都是从说书人那边来的。因为说书人呢，我们想到的说书就是很快一本书就拿了评，其实不是这样子，你要加上自己的论点、自己的观点，然后还有迎合一些大众的口味。所以说书人呢，人家讲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而且脑筋啊，懂点通，就是看嘛，看点讲规范，看点讲还好，就这样马上反应很快，你都开始讲。比方说讲个《水浒传》，讲个《三国》。讲到董卿开始，就比较挺他的。挺他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扣子。哎，我们扣衣服的扣子。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扣人心弦。就像我们现在追剧，有没有？追到一半，啊，你广告对啊，明天你就会很急，你第二天还是会想来，因为你已经被他扣住了。妈妈哈，啊，拜托拜托，扣个名士啊，三立啊，还赚一块几吧，还是等着几块。一三天过后宽，我觉得记性好像还在那边呢。我说：“哎、欸、妈，要好宽呢，你讲当然。”他说：“难宽难，今天靠你，他靠你都带有点难宽。”其实他已经被扣住了，你知道吧？所以那些人也是一样。哎、欸，他今天来看你讲到这里，梁山好汉准备要上山了。你说上山以后到底怎样？听命令，比如了。那这些人每次丢钱给他呢，就但都但就听难了，都听难了，你就知道吧？我好歹也是个老花的演员，对不对？现在只是防疫期间哦，这个你怎么会这样子呢？那都去哪啊？因为我们又讲了，宁可手心向下，不要手心向上，对不对？现在大家让你透，就是哦，董先生，他既然没有工作，你就赚一，还两个同团剧团的人的天数高，你来帮忙我。拿了一面锣，我们现在看到那个锣啊，打的那个两个锅内嘛，有宝凤部位啊的，其实早期是没有的。你都要宝的部位，就希望说那声音不要那么大，动静不要太大。你口传的时间，你都在锵锵锵锵锵。想一下一些客人的夸你，哈、哦，哎，都关你要数钱的时间，你就很变得人客啊，我老想这东西拿这个盘子嘛，所以你现在常常看服装去。卖艺的，他们就会拿一个盘子，对吧？就让他们把钱丢上去，这样子。他觉得哦，最起码工资要挣，还是拿他给你。我们给到你了哈，看看看，看到后关你变得倒行了，你又藏到哎倒扣子那边了，你需要分钱给你。他的时间你都偷钱，结果分钱就给你推推推推推到关你，就下去了。大家的说出你哦，奇怪，明明就报告。他们还没上身上，我没有多少钱，那损失多少？你到底怎么回事？听听你，回事你还蛮高的高。哎，高不高？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昨天我们这个村里啊，发生一件事情，哪个事情？有人啊，他老婆偷人了。哎，在街里时，老婆偷人是一个和平的大事啊，叫进猪笼啊，对不对？太太说，谁呀、啊、谁呀、啊？卖你呢卖你呢？当时的八卦都是从民间这样子。所以想八六这个什么三姑六婆嘛，说卖你卖你卖你，跟说书人说，你是店长，你是店长，买你卖你。等他哦，听我说书说到一半走掉的人，他的老婆就偷人，看看他们都喊够了，所以跟人讲，说书人的嘴，唱戏人的腿，怎么讲呢？说书人的嘴，说书人他的嘴哦。他随便你怎么讲就可以了，可是那个唱戏人的嘴哈，随便一个动作有没有啊哈？你可能就从北京到河南的，哦，就你看唱戏人在台上一个凳翻一个，哦，可能就从这里到哪里，所以我才会讲说说书人的嘴，唱戏人的腿，哦，所以呢，在那时他讲一段不会时间，那时候就是单口相声的由来。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就会把这个理论的东西简略就好，让你大概了解。后来你们两个徒弟了，然后你们说，哎，你们要告诉大家，这是对口相声，对口，我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单口、对口、群口，还有小品的戏剧的演练。
上一堂课好像没有上到小品心语，为什么给你上小品？因为东东心那个嗓啊是没有开的，我上那么多年的课就帮声音不知道怎么运用，我需要用个戏剧小品让大家来开发你们的声音，先然后再来学相声分组这样子。好，那大概呢会有什么道具？就你们上次看到的三块板，对不对？三块板就是跟铜条啦、糖条啦，或是我们很多段子，它都可以配上去。然后呢，我现在在教，我教到进阶的时候，我会教到四块板。啊，四块板就是有句式，它的句式，你大出来它是不一样的哈。比方说，直接拍手你不声吧。你自己拍家是一个宝，你拍了拍瓜子，然后你要拍枕头，好，这是三块板的节奏。可是你如果打上句子板，因为他打哦，在广西贺县，因为他打你从上游全部用这个句子板，它就是摇板，因为他打我中间不是不光用伞头啊，伞头是它中间的间奏很长，他们就是用什么就是摇来搭配它的它的间奏。那他就可以用的啊，哇，像一样刚的段子。我是天台手不相保，你就是他的家怎么知道？他老开花子，就是他的变化更多，然后他又可以当三块板球，他就可以当，还可以当三块板球，啊，三块板球，不要有声音，你要有声音，你要有刮，你要没有，就是用你的手，你要有刮。要没有刮，好都可以，它每种声音都是不一样 ，OK。好，所以其实主板的变化是很大哈、哦，然后会有扇子，跟地心上一高，这会有一地摔嘛。如果你没有比赛要拿到扇子，千万不要拿这个有颜色的，就是这种白棉哈，就是这种折扇，白色的，一定要白色的，因为它不会影响你的表演。不会影响你的表演。那扇子呢？你只要站起来，站不起来。扇子哈、哦，都可以当，什么都可以当，就是不能当扇子。什么意思？很多人啊，拿个扇子在台上一直从头扇到尾，它不对的，它给你当道具。当道具的，比方说，哎，穿衣服的纸，你打开，你就会有肢体，对不对？哎，你看，手臂宽跟腿宽啊，那你的搭档也是会有肢体。然后我们讲，指东先画西，明明 S K K 嘛，啊，很重的把都甩到，哎，这边那样不行，对，明明温度，哎，像那个中央大学怎么走，啊，你哦，平常的就啊那边转弯就到了，啊，是，可是都甩到，碰到的啊那边。我们讲指东先画西，你们要吃个点，指东先画西，所以你的手、肢体什么都有啊。指东先画西，然后看高先看低，那宽狗画一点也很高，你可能啊，你可能一定从下面，哇，而且你还会很本能的退后，所以相声它整个就是生活的语言。你要多回答表演的时间，完全就是你身体就是很自然的，你不用刻意去演，也不用说这句话我要讲什么动作。我常常看到有些老师在教孩子比赛相声的时候，就会一批发一个动作，我说那是打击。只有舞蹈比赛两个人才会一起做动作，相声是你命讲发 at the end， 你给我一个问题，我来反应。就我怎么可能知道你讲什么？然后就用他的做那个动作。那是不合理的哈、哦，所以呢，扇子在台下我讲过，哎，大你，我爱你，哎呦，我会爱你，你没拿用的，就是哎呦，你没拿就不好看，就是它就是，但是你不能，你可以当剑、当笔，什么都可以，就是也不能说你就是上去就，哦，怎样哦，就是因为你一直扇，你就影响了观众的表情，他到底。真的会，因为相声就是利用你的表情跟你的声音、你的肢体，所以你没有看，没有任何的什么华丽的服装啊、道具啊、音乐都没有，口说艺术，就用两摔马了，背有点动，或是有点没有，弄大概了 seven 哈，所以这叫打，所以就是散，然后你的肢体都是可以
当做不要说，哎，他这个数字不要说难受，比方说你今天很骄傲，你身体一定是扬起来的，嘿，很感谢，对不对？你很骄傲的，你谦虚，比方说你，哎，翻那个牙齿都掉，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啊，人家告诉你，你不可能牙齿都掉，我就要肥，对不对？就是你的身体谦虚，就表示攻下来，你骄傲的时候就可以。当面啊，花的时间，因为了，花了，捏的时间啊，打开，所以你的肢体都是可以代表，不用要什么道具去辅助，我完全就是靠嘴、声音啊来展现。拿这个方巾，你看，这个白方巾，你看所有相声的道具都是那个，你们怎么办？表演相声的没有女的，其实很多啦，京剧也很少女的，所以都会以前男生粉。用反串的，像是那个梅兰芳，男生女相，想不到死我，你忘了，他给扮个女生很俊秀这样，所以几乎女的是没有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他们有的男的要反串成女的怎么办？啊，你不能说我今天演一个老太婆，今天演一个什么小姐，我除了用声音来表现以外，你还要形象，比方说你演个老太婆，对不对？因为他是男生，所以他一弄形象，然后身体再一弓。然后上在哦，就声音你所有来反衬。如果你要演小姐，好呢，你用这个来害羞，你想演小姐，或是挡一下，对不对？或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让你展现在台上，不是说拿了就好了，对不是，他可以擦汗，但他不是为了擦汗，就是你要。他最没有的一个功用就是他原来的功用，然后毛巾擦汗，但是最不能用的就是擦汗。啊，你比方说你可以绑在腰上，我刚刚这个可以当剑，对不对？你可以擦在当剑，拿出了个人的时间，什么都可以当，就是不能当我们三个来擦汗。所以他的道具是很奇怪的哈。然后呢，这个金堂木，你在那个古装戏里面有没有？来者何人？就用这个，这个叫金堂木，金嘛，就是对，也有人后来就改成醒木，把你惊醒的那个醒木。这个呢，什么时候用到？在新朝的时候，有一个单口相声的艺人，他表演的很厉害。有一天呐、啊，慈禧太后有一个公公，遇到八戒爷啊，就说：“哎，明天有一个表演单口相声的人很厉害。”你邀到那个皇宫里面邀给你看，皇上反正很无聊，好啊好啊好啊来啊。结果那个单口相声的艺人叫做黄土城，暗度过由于被我演的时间，并且他喉咙没有声音。以前呢跟现在不一样，跟皇帝的命令，对不对？哪敢说哦，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不去；哪敢现在哦，不舒服，可能掉个课，不行，很勇敢闪。那公主说：“哎呦，你什么时候不生病？两个时间都不偏，你用个三嘛？就笑大大跟我讲过，他的儿子从小跟他耳濡目染，在旁边学的，所以他会的话，他儿子也都会的。而且你知道以前的表演不像我现在离那么近，互动那么好。这边是皇帝的所谓的观戏台，旁边呢有那个什么哦，大内高手要过府邸，杨贵妃上，前面那边才是表演台。他就说离那么远。”到时候呢，我就叫我儿子躲在后面，发出声音，奶都前面，比腰了以后，他公公说：“好吧，好吧，好吧，就把他们两个一起带进去。”以前不是说我高兴带几个进宫就几个进宫嘛，也是要有原则。你看我们看《宫廷纲纪》也是，即使你的女儿变成王妃了，你的父母来看你，也是要登记，也是要预约，也是有时间性的。你带进去，要备员备员，哇，皇帝那天看很高兴，就要打赏。就给他小费，给了钱之后，他们正想说：“哎，看不对呀、啊，刚刚明明看你们是一个人表演，怎么现在两个人呢、啊？”给他洗洗洗洗，现在晚饭怎么办？没办法，只好从实招来嘛。就说：“哎，已经哑喉咙，没有声音。”所以这样，皇帝可能那天心情特别好，就说：“啊、哦，不错不错不错，那这样子，你们这表演叫什么名字啊？总要给他取个名称吧。”他们两个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为本来就只有表演单口相声嘛。那慈禧就说：“好吧，既然你们这两个一块表演，又姓黄，就叫双黄吧，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双黄。”
可是那时候的黄就是他的本姓黄。后来民间，比方说我姓谢，我跟姓刘，我们俩讲一次表演，我不能叫双谢刘吧？那个双李成，很怪，对不对？为了让这个民间艺术表演能够流行，就把那个黄改成弹簧的黄，啊，意思表示它更有弹性。你任何人只要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你就可以去演。那双簧，我刚才讲过了，你懂不懂？前面这个人只出现肢体表情，后面那个人出声音。那什么时候讲话呢？就利用这个金堂木了。前相声有两个角色，对不对？一个叫捧哏，一个叫逗哏。记住那个字，不是梗啊，是哏啊，不是念老梗老梗，是哏，捧哏逗哏。那相声也是，前面这个叫明相，啊，照相的相，后面那个叫暗相。顾名思义，明相就是大概看得懂场面，暗相人家看不到他的脸，对不对？所以这个明相的人呢，一敲，他会回去拱了。如果没有这个，这样很奇怪，对不对？那爱好的是一敲后面就讲话，一敲后面就讲话，所以这个形目是用在双簧，好吧？所以像这个道具大概就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绝对没有。还出了一个七块板，我今天为什么没有介绍七块板？因为它不是我的课。再者，我觉得女孩子、男生比较适合七块板。女生我觉得比较适合三块跟四块，因为打起来比较优雅。因为七块板它是以竹板块式为主，它说一个故事，比方说今天说武松打虎，今天说什么水浒，今天说什么西游记，百段都大概15分钟以上，它是叙述故事。所以它最近很多板是没有板点的，只是在那等等，就像音乐的节奏一样。然后它打起来的时候又要很大，就是女生就是你就觉得哇，真的张牙舞爪，哎。可是我们打三块四块就不一样，它是有点优雅，对不对？打的时候，它是有点优雅，它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说，我就觉得要分开，要不然你就会有压力这样子，好吧？所以这是相声的道具，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我是说，什么相声的两个主要人物是捧哏跟逗哏。逗哏。不是哏。你们以前都讲这个梗，对不对？错啊！是的，错。我今天要教的就是相声。捧哏逗哏，梗。你要念这个字，梗不是梗。捧哏逗哏，我们客家是没有。受于桂林相声比赛，还有分最佳捧哏奖、最佳逗哏奖。他们有分，一定有一组一两个人表演，不见得实力相当，一定有一个比较好，所以他们觉得不要错过那种很特别的那个，所以就有这个。然后你看，我照这个也不是乱站的哦，我现在就照这个位置。比方说你是观众，你看到这个角色就要站在这里，逗哏就要站在这里，就是你看我跟唐川在电视上，永远我都站在这个位置，因为我是逗哏，他是捧哏，所以不是说哎你讲而已随便站，不是，他是有角色的哈、哦。下午练习你就知道这个位置。观众看到观众的左手边就是逗哏，右手边就是捧哏啊！不要讲哏啊，拜托拜托拜托哈！哏捧哏逗哏。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左手边是捧还是右手边？右手是捧，就照那个位置。你的右手边，如果你突然你想看啊，你的右手就是捧，你的左手就是逗。而且哈、哦，捧逗哏呢出场，如果你从那里出场，捧哏的永远先走，捧哏的永远先走，从那边出来，捧哏的走，走位，啊、哦，但是因为我们很少从这边出场，我们一般哈、哦，这个都是在这边出场。据说啊，那个孟华应该就知道，对不对？他是学戏的，你知道那个戏的，我们学戏的拜祖师爷拜谁，你知道吗？各行各业不是都要拜祖师爷？哎，祖师爷，哎，没有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偏都元帅，没有乱讲，不知道是谁。偏都元帅有这一说，祖师爷有，可大部分都是说唐明皇。为什么？唐明皇其实以前很喜欢跳戏，他要是他唱戏，他很喜欢唱戏，
所以他每次就叫一堆那个锣鼓点乐团陪他摆那个唱戏，他每次在那边出场，因为那个锣鼓点的人一看到皇帝在那边吓得要死，有没有？跑到这边来，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舞台就会有出将入相。出将入相，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表演出场一定要怎么演？你出来你是将啊，对不对？出将，其实他们据说啦，是唐明皇的时候，老师喜欢从这边出来，所以他从这边出来。那你不能出将入足啊，将是相，对不对？他们就出将入相，所以他常常出来说，哎，你要亮相，有没有亮相？或者是出相以后再进去什么的，就他有一个渊由。然后人家也有讲说，唐明皇其实他的脸白啊特别多。那他为了上台要好看，就也是用那个白白的粉，有没有？哇，很多很多很多，花很多。所以他是唱丑角，有人说他应该是唱。所以现在我们讲京剧生旦净末丑，对不对？他应该就是小丑的那个比较画比较脸白很多，然后表情很丰富。就据说啦，我们也不是那年代，就是反正这种谣传的东西，或是留下来的东西，你无可考，但是就。听人家讲，但是很多人就讲说，反正我们曲艺的这种都是拜唐明皇，因为他就是特别喜欢，真的特别喜欢，在很多戏里面也看到他。所以以前不是什么那个唐明皇跟有一部剧，我们不是有什么歌对唱的？对，小放牛还是什么东西？不是，游龙戏凤。对，他就是讲唐明皇，就他就是很喜欢唱戏，很喜欢，就他这个人很随性的，就讲他这个人有点艺术，有点随性。就这样，好，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就是相声的道具，他的角色。那一个人的单口相声，那么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上的一个人单口，那两个人就会有捧哏逗哏。那我希望说，如果你愿意讲单口的，对不对？你就自己出来讲。那你要对口的，你就找搭档，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然后我会验收，好，到后面一挑段的相声。验收你可以拿着剧本，但是我每一段我都会跟你讲解怎么演。但是你会要有自己的风格，你看打发人家就听病了吼，他打发就跟我讲，哎，一般都是这样嘛，他打发会慢慢讲做的，所以哪个打发都是对讲对讲，你要有动作，哎，不怕发哈，一个人做的运用都算是不错的哈。然后我们讲相声哈，我们不要讲剧本，我们讲段子，一段的段，那个连续剧你可以讲它是剧本，因为它连着的，它那是，可是这个相声它不是连续剧，它是一段一段。哎，一段一段的段段子，我们都讲哎，你说什么段子？说什么的？广安涛啊，广安涛，我们都讲哪个段子？而且这个段子，相声段子很活。比方说，你一段呢有十分钟，你另一表演，你刚刚过五分钟，你可以拿掉一点，很灵活的拿掉。哎，你另一时间五啊，可能改个两三分钟，你又可以加一点东西进去，它是很活的，它是很活的。我今天要倒过来教哈，我之前就先教相声，就下礼拜上一次那个就没有教到那个小品戏剧声音开发，那这次我想从这边开始教，让你把声音先出来以后，我们再来学相声的东西。我不敢不教，那他忘了想到了。那拜，我们先以这个为主啊。好，应该可以，以我的时间应该可以教得到。Okay, 有吗？快到那个神奇吹笛手，看到吗？前后都有哈，所以你要找对哦。哇，脱口罩！来，那个，我们这边我记得是有14个角色，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超过14个。我知道，别人多少我就去你看一下。每一个人都要上角色。
二一。二十一个。这两个加上六十三。好，有很多众人的角色，你知道吗？好，因为众人甲乙丙丁。二十。你说二十哦，没关系，反正已经超过了。好，来，那我现在先讲，我待会哈，我从头讲一遍，从头讲一遍哦，我只讲一遍啊哈。这一遍很累呢。很累哦。我希望你们挑角色，我在讲的同时，比方说旁白，哎，我知道，哎，我很适合，我想试书。旁白第一个条件，他打发稿哈，声音要很稳定。你没有听过圣祖鲁那个旁白，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去看？要引导，预防报，然后你要改掉原词，因为我这个是从那个外国故事改编。那你不要叫德国啊，你可以都努力，有点把它打造，都行动，都把它，你就把它改掉，预防报，当救当救一切，都努力，有点讲讲给他打造。要英雄来无发生过英雄的天灾人祸，村民个人当幸福的生活，不过有一年，第二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主教教教教，你懂吗？要有那种，你不可以，千万不要那种。不是天伤啊，你知道吗？你要懂得，我们很多老师，我一定要修正你的讲话。Don't kill 一切，都没有等，不要这样哈。我就说，这不是正常，就是我在演戏，他没有这样。那这个旁白，首先，如果你觉得你 OK， 两个兄弟，我觉得你不想生，就你的，就是我想来练习。他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打到好，然后呢，要很稳定，他有那种导引下面的。角色的，你们不过有点在牙齿线发生嘞，你这后面就不够稳定。每一句每一段话的最后一句都要很稳定，不过有一点在你两个事情发生。我们戏就是要有声音表情，声音是有表情的，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放到嗓子我紧喊，吓死了，对不对？高兴、开心、恐怖、难过、哽咽，各种嗓子就要用声音。以前的广播剧，你看不到画面，你要用你的声音表演出人家想象到那个画面，好，一定要这样。好，比方说中暑，好，你不是那个中暑，好，所有的老鼠，如果你觉得说，老师我再敢有讲话的角色，好，我只要来玩，你就可以去当那个中暑中鼠，知道吗？哎，那中暑也是。好，来，你们学老鼠没有叫过，你不要以为老鼠叫很简单，来，老鼠怎么叫？这边呢？那天我去上课，我说来，老鼠叫什么？你家老鼠啊啊叫。老鼠怎么叫？我说你家蛮让人的，对，就叫点，而且啾不是合唱团，也教过一班，啾，一起听呢。可是你这老鼠都受过训练的，你要实习雨落，对，有大有小，有大有小哈，所以那个中暑也是不简单的哈。然后重症你就是你没有学到角色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当重症。你看这个，我又把反应都写下去了，比方说要先尖叫，要惊慌，重症你就表示不是只有一个，很多人可能也是有话，你自己去想象那个话，啊，那么定啊，把偏鹅啊都露出来，哦，整个裸模，这种就是把客家人了，好不好？啊，又旁白，摸你的露出的那一部分，摸去到你露出的就两个会给你喂，啊，然后这有角色了哈，证明一二三四五六，其实话不多，只是每一个都要衔接的很紧凑，证明一先尖叫讲话。露出这都毛卡是东西啦，尖叫哈！我不要，我不能完全演绎，我只能把台词告诉你们，大概我想会让你们自己去发挥。你想你要讲一句话之前先尖叫，那一定是非常生气、非常恐慌这样子。然后追打，所谓追打，你不可能站起来，你可以脚步，再
再讲话，就是要有画面。不要那么干净啊！剧本是死的。比方说，我只有写，一定要加些语助词。对，然后呢，这样这样，我娘老板做好了，是不偏做嘛的？这个你要有一些那种，不要在，不要我娘老板做好，不可以这样啊！你有看他演戏就太干净了。然后哭，所谓的哭啊，是声音里面带着哽咽，不是叫你真的哭出来。但是你不要急，我们演戏一定。我们讲要把一个动作一句话做满的再往下走，不要老子不敢，这样就是很讨厌啊。哎呦啊，那空的动作都变成奇怪的哦，包的啦，猪肉啦，空肉啦，全部都是水枪枪的啦，是声音带哽咽，但是要慢，要把你哭的跟那个话啊分开。像那火腿跟卤肉，你都可以改任何的东西。那改个菜包啊、猪肉啊，什么都可以，不要去改。我们要把剧本，我就随便你改，好不好 ？OK。然后证明是痛反，就是很痛的反应。因为你刚讲他被老鼠咬到了，啊，这个你们自己去想象的哈。证明五哭喊，这个就跟刚刚那个哭不一样。刚刚那个哭只是哽咽的声音，这个是。真的哭出来，因为他家的小孩被咬伤了，就像你要把你如果你给他塞进来，需要急救，你一定很紧张的，就是去想象那些画面，哭着喊的啊。好，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有七个角色，对不对？旁白一个角色，然后村民有六个，你自己想，我可以选当哪个？然后重视重症。没有当上那些角色的，全部去当重属重症啊！然后要一个牢，哎，不要以为重属重症反应要很快耶，是该接就接，该接不要，所以不要以为说那些角色不重要啊。然后老板要一个老板，我们都没有男老师耶，没有，男老师，宣传是老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女生也可以，女生也可以当老板啊。然后我要讲到一点就是。可以变身，比方说今天你女生演，你演一个老板，你可以用，我可以教你们怎么变身。比方说你今天要比较粗的声音，你就嘴巴成 O 型讲话 ，O 型对，预防过哈，人家的你们这些瘦老鼠哈，这头呀啊，东西就不要毛发。那你如果扁嘴讲话，我们女生，吼，人家都细露出啊，这啦。那个后生的东西就变成是香香哎，就是扁嘴。可是如果今天你想说你是女生，你要演老板，你就哦，要粗鲁住了，醉了醉了，东西就变成是香香的，好，你的声音就比较厚，用你的嘴巴圆的。如果像后面很多小孩子，嘴巴要非常，就是你的嘴巴更扁，扁到咧嘴，那种声音就会更细。你可以玩你的声音啊，你自己。不一样，比方说你演正明武，你也可以去演重症啊，然后你就换一个声音。之前我有学生，他就老师我要演这个，我要演那个，你爱演什么演什么，他就自己想换声音。哦，他演重症的时候，他就尖尖的声音；他演他自己的村民的时候，他就很凶的声音啊。所以说你自己可以去玩你的声音。好，这个老板哈，老板是一个角色，然后旁白又来了，谁演村民当年用。跳龙珠的腰的捞的陷阱，我们讲捞的哈，用水眼村民当年用的跳龙珠的腰的，还有捞的了种龙珠，龙珠还那么多，他搞着的东西，差不多我本来的哦，这个龙珠生枪枪的，老鼠就叫，哦，非常壮的哦，这个龙珠都黑嘛，怎么吵死你呐？真的很无奈很烦哦，这个。转变又没有。哎，你们没有几页啊？三页是不是？4页，5页，5页，3页，3页里面对。5页，3页。好，然后三张五面。对，然后这里二说，黑妹，你看它没有字词，对不对？你不能说，哎，你阿不怎么样啊？所以啊，你要复印。基本上哈、哦，这六个村民哈、哦，等一下都会坐在一起，
他们是互相的，就像刚刚有菜肴的，比如说哈，哦，规条街啊，全部都是那规面去，嘿，娘个死啦，这里吵死，嘿咩，哎呀，不听你哦，所以我们，所以你要有那个回应，哦，那些都要加以注释。阿妹，哎，这几天还已经翻超一礼拜了，那你老要老是叫走了哈。哎，然后重症，嘿咩，哎，重症，娘，重症就是你这些证明。哦，也都在你黑眉用干三用干三还用，还没还没问题还用，然后我卖你啦，这种词你就不要，就是用干三用干三了哈，就是你要多想一些词来讲，旁白、押韵、纯重。其实如果你是用客家庄哈，纯客家庄，你就可以纯重、正重，反正随便你们都可以。纯重到鬼纯黑米，全部很多共同地方来讨论。来商量，也讲来研究，吼、哦，随便你这个旁白都可以讲。啊，开始村长啊，叫一下他，因为村长把这些人叫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讲，村长啊，这老厝的人来了，东西全部是枪枪，我安用老老药，哎呦，这个要死啦！就嘿呢，这里就开始附和了，因为你要跟那个村长那边倒，就没讲。给一条看看上看看，老阿董露出门看去当做的啦，还有村长还有你夹夹上的方法，老阿董露出脚色啦，哎莫，乡下的娘的过年的呢，就会讲嘿妹还有村长，就大家哈慈禧老师村长被这些人，你们要讲到村长很为难，村长为难就是哦后来对吧？安抚啊、哦，一定要弄回后来，各位啊，其实哦，俺爱的哦，那该防范就用过啦。我就哎呦，就无效啊！俺要动手弄紧嘞，俺要防范住，俺要无干无涉都行哈、哦。他无奈的讲完，这时候村民生气了，所以你们一定每一个村民的情绪，然后第一段是惊恐，看到老鼠出来；第二段是无奈。因为老鼠的吃他的东西，有的人让他睡不着觉，无奈。第三段的村民是抱怨，哦、他的情绪跟村长开始抱怨。第四个可能是反击，说哦，我讲抱怨那么多，你竟然不帮我，所以生气了哈、哦。然后村长讲完之后，那个证明就说，哎，硬讲嘛，哎呀，那村长呢，很凶，是很凶的，硬讲干东西啊。那纯重呢，也是可以，语气哦，你可以很轻柔的，哼，跟你讲嘛，哎呀，你是在纯重呢，哈、嗯，你有各种的方式，你讲，跟你讲嘛，哎呀，那纯重呢，卖嘛东西啊，你柔，你可以揶揄不屑，你凶，你可以很肯定，就说演绎你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哦，看你怎么演，好吗 ？OK， 好。重症就开始被他一带领，就那个黑妹，人家上他这来，人家干掉他，就大家就是那挑事的人，哦，村长又反应了，就很无奈，就旁白讲，就多样的事件，都很大招，传来当后堂，因为我们当初有个学员他要吹笛子，哦，所以那这里我们就改成。歌唱者，冲破位，所以这个角色演这个笛子的这个歌唱，他又要唱歌哈、哦，但是不是说要你唱那整首，你可以唱一段，唱一段歌，就是要一段，他就是一个歌唱者，他就算一段，你们应该没问题嘛，啊、哦，全部困难了，你们应该没问题吧？啊、哦，不要讲唱，会唱会跳唱。就两三句，什么或者流行歌，啊，龙山沟或者反正随便你唱，好、哦，就是传来董后堂跟狗杀，笛子声就是一个角色来打一个勾，演唱歌的这个人就要唱歌喽，笛子声就是那个歌声就要出来了，好、哦，就要冲狗位。然后众生民就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听到有人唱歌的反应。我现在随便先考一下，如果你跳出来有人唱歌，你们会怎么反应？哇！啊，这是一个反应。然后还有啥？按跳。
对了，大家的反应都对，但是少掉一个引助词，一定哎，对不对？你看来那个，你又很黏你的上，卖多少啊？就卖你了。对呀、啊。语助词为强，你加一个语助词，你的兴趣就很加分。哎，那你说口味啊？哎呦，因为南佛塔那种多少？卖你了，就是窃窃私语在讨论了，这就是反应。说你二说，哎呦，那你安乐仙呐哈？呀，这世界还都是冲国味，所以你只改成唱歌，改了，要不然你到时候就会讲很大的。所以你只改成唱歌，有没有比？有。直接把它改掉哈，要不然真的你就会讲成国味，都会很大的。宋正明说：“嘿，没卖你呐，都带卖你了。”书明说：“来，因为我们这都没有男的，都是女生。哎、欸，你好，讲讲什么呢？你都变好多冲国味啦，讲讲什么？拐掉哦，不要又打扮乖乖男一点哦。就是这方面的反应一定要有啊。会说粗话，会说什么？然后宋正明又是反应。”哎，这一类就是反应，然后第一就是那个歌唱者，好了吗？好，第一就是哎，应该都好，相信大家好都可以，爱那个蛮爱理行的，冲国你，好冲国你，狗冲长很多的，冲国为你，爱那个蛮爱理行的，冲国为你，就爱准备有爱的狗上，老人家就。在里面露出，宋正明听到说啊，用破伤做个老露出了，没得意，就疑问了哈，是非常那么有可能，你们众生就可以商量好，一个人代表讲这个话，其他的那么有可能，好，有人叫我中场休息，好，那个有人叫我中场，我把这句讲完，好。那么有可能，嘿妹，骗你的哪，欧巴呐，哦，就憋了一句这样好吗 ？OK， 可以了哦。好，有人叫我中场休息，张老师已经说不休息，对不对？没有，我们一样会逼他休息。逼他休息。对，我跟你讲，一定要逼他。他也是去台南上课，都没有跟他休息。后来第二天回去的时候，他就说：“哦，老师，张老师都不休息耶，下礼拜还要来。”我说你拿一个闹钟，时间到就按下，他们真的准备一个闹钟。张老师，小一点，你这样闹钟，对我怎么都不休息？我说你也要休息一下，而且学生也要休息，而且尤其打主管，你手一打会抽筋的。你一段时间手一定要休息，尤其我们在教板，我们有那种大中小迷你板，那你小孩子他是拿那个迷你板嘛，他手在再刚发力，然后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他反而会觉得手是到后面会按掉手掌。不灵活，所以反而一定要休息一下啊。君老师今天他说他在路上。8点多的时候，我看你在路上，他在路上玩的。在哪里？杨梅哟。啊，对啊，老师住杨梅。君老师也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婉君老师。王婉君。我不知道，因为我认识婉君老师，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课是在好远，8个，他就来上，后来就很想学，有兴趣，他就跑到苗栗去哦，我在猫里上课，他就跑到苗栗去上课哦，不晓得是不是那个玩具，是吗？好，刚刚讲到那个宋正明，对不对？用那个。歌声来消灭老鼠，然后歌唱的时候，抹茶抹照哈。村长讲，有样样抹下，用歌声，就拍拍老老鼠哎，没太稀。一句话你分段哈，他声音表情就出来了。如果你是这样讲，用歌声做有拍拍老老鼠哎，没太，这就是那个有真金唱歌哎。就是说在老罗素里面谈，好，就是你自己把一句话可以分段讲，声音表情就出来啊。现在对某问题，这个唱歌的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
的角色就是一个很骄傲，他自认为他的歌声是就可以把老鼠灭掉，他之前就有这种经验，所以他的语气就是很骄傲。是对某问题，哪个狗啥？那魔音，魔音呐、啊，你有听过魔音穿脑？那魔音，那一直用伊手那个动抖老鼠的嘞，哇！众志明这个好像得救了，啊、哦，就开始甚至讲他就开始叫了啊、哦，一叫你，好真的，哎，你看看。夹夹呛了，还有老老鼠那天气啊，夹夹拜托啦哈，村长拜托，因为人家村民在求村长嘛，村长是有拜托的歌唱者，没问题。不过那个事情过去，人家都二十多买一台琴呢，不用当酬劳，少买赏就是酬劳的意思。人家都二十不要多买，多买好像就是。给予取舍，没有代价的给予送来，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就要去表演，表演的好，人家会给我们打赏，因为你有付出啊、哦。那送来推给妹，村长的嘴脸又来了，非常惊讶。那该一推给妹，你笑他干呐？哎，蛮推好嘛。这里你就要把那种角色演出来啊、哦，就我讲。我的段子剧本是死的，你们可以很活的加一些东西，夸张都没有关系。按钮哈，给就算了，非常生气，给就算了。然后村民就哎呦，村长，拜托你答应伊啦，呀哦，那开就无哦，老要每天露出啊冲腰啦。嘿，没有，这村民反正都是哦，你像那个连体婴有没有？一个反应大家就一起碰上去的感觉。就没讲的呀，都是闭塞枪枪的，百多钱没没用，或者是百多钱都是死的，啊、哦、之类的，可以再更快，百多钱有啥的，啊、哦，很粗鲁的村民，就看你敢不敢。其实我觉得戏剧本来就是有张力，无所谓啊。没，摸茶摸茶，那镇长在民众，哎呦哎哎啊，好了，知道你坐在老老鼠面前头，来就不一推几面。你要说，我希望这句话大家可以学识的，不是很干脆，因为他后面会来及，前面就给他做了一个铺垫。因为一个人很干脆，他个性基本上不会改。如果他讲话叮叮嘟嘟的人啊，他可能改变性，好了，坐在老老鼠面前头，来，你也可以是这种小声来，他就不一推几面了，就好像想到只有自己听得到，又很敢念。好、哦，就看你自己怎么演绎他。哇，他这个歌唱者很高兴说：“好，给演就讲听的哦，给演就讲听的哦。”不说，唱歌的你就开始唱歌的，来开唱歌喽，唱歌喽，唱完，哎，反应，哎，露出的糖豆歌声全部叫出来。肯定成功，你这会就是很压抑的，因为那个老鼠，本来那抓老鼠不知道在哪里打不到，可现在老鼠就被歌声一下子全部跑出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很压抑的发现，哇，大家就重证明，对啊，对，怎么会这样很惊讶？成功为你都是壮丽的一天，所以为老鼠提到两个好官，成功为你继续充电各位，行到存壮好官。哇，唱歌你喊到我爸嫉妒呢，很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躺在你跳到我爸肚呢，就他就跟他跳到河里面啊。当家所有的老鼠全部惊喜，他感到再一拜转恢复到好像恢复到点心。哇，太高兴了，耶耶，万岁，好好啊，好好哦，这里哦做算我老鼠的了哦。大家都讲哦。你要知你是谁哦，露出的，还过摇肚子的啦，就那个，他感觉哦有机会啦，哎你们有机会啦，哦，感谢八公哦，感谢哦，村长啊，感谢神明啊，哦，感谢马格兰特鲁玛利亚兰特鲁，跟你好感谢做的啦哈，这边要感谢很多，然后旁白出来冲出来，五公，沙漠你感谢冲狗给你，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在。得意忘形，有没有？
感谢啦，你们你们。不过三五年感谢聪哥的，然后聪哥你就开始来要债啦。讲你老厝的伊认咩体，体唔体做个公家钱咩啊？哦。哦，村长哈，哦，哪里来？啊，一堆姐妹要反应哦，啊，那该看到那要反应。不好意思哦，村长在前面是恳求哦，哎呦，村长阿们，这里就是不屑，不屑哈、哦。我们虽然是坐着演艺，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一般我是需要说站起来，就像走剧场的形式这样子。可是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坐着演艺。你的身体变化，你声音也会不同。比方说，接下来这个村长，你不过就是吹吹，你就不过就唱歌而已。给你一枚金币已经不错了。你身体稍微歪，往后，然后放松，就是很不屑的声音。就唱一条国外听听，我一堆金币就冒冒没了。身体是要放松的。如果你这样子，你的声音就是紧的，你往下，然后而且声音会往下走。我们坐，我常讲坐正，坐正声音就出去的。人表演是啊，一定要设音。你今天很委屈，要求人家，你声音往下。我今天像吹笛子、唱歌的，他声音都要往前。然后你看这个村长，是从小国外听听，不一定听咩，我听西文啊，老后文啊，懵懵的啊，你声音就往后靠放，他就会松掉，他就会放松哈。就咩嘿，大家就笑取笑他哦。然后这个时候唱歌的人非常生气，哎，你也得等你，刚刚不买一推金妹呢？那该呀、啊，所有的村民就开始不屑的嘴脸。那该超个摇滚，就推金妹，我跳弹琴嘛。嘿妹，不你推金妹就懵懵了，正明就开始那个啊、哦。哼，你要听见了，嗯，搞信用，很生气哈、哦。反正呢，哦，反正啊、哦，反正应该是横直啊，哈、哦，知道？反正啊、哦，他刚刚一听我都是这里啊、哦，就很讨厌的嘴脸，你知道吗？反正他刚刚一听我都是的啊，爱怎么样的，爱怎么想的呀，夹着啦，哎呦，然后呢，就马上换一副嘴脸，众人。走，把他赶走。他非常生气，而且是带着诅咒的。五兄弟，那个他搞草莓你全部唔理干的，全部会偏字偏你呢，捞的，捞的，全部会捞的。你要看的，高木机器，你要一天我得到播音，啊，播音得到不要加载啦，你要一天我有播音啦。钟志明说：“唉，我都跟捧红，我都捧几个人啦，哎呀，唔信嘞，这个啦，哦，反正真反应这个，哼，他这个唱歌者的反应就是那个反应就是哼，走了，转身就走了，哼，走，公母去度面，客家上的村民，做主老爷去冲过一面，唔记得，主老爷去时节，到客家上，如果又传来一阵东后堂去狗杀，好，第一次又开始唱喽。”这次的歌是不一样的哈，不要一首歌唱到尾了哈，换一首歌，比方说这歌你可以唱的快乐一点，我希望可以唱的童谣也没关系，因为这是要吸引小朋友，要把小孩子骗走，所以你可以唱童谣，来唱个童谣简单一点哈，好唱，然后我们要演重小孩，所以我们什么声音要很多变化，你重正明有没有？那些怎样没有选角色的重正明，你到这边要演重小孩。就开心跑，然后呢，旁白，所以有些你呢，
糖豆腐沙。小姑这个都存总统不会动，就很好奇嘛，跑到村庄外面来，冲过一面，进冲过诶，进行都三度通梯。老问，搞有没哈？我们事先讲老诶，过一面停到一堆台山铁路面前，然后笛子声就是唱歌的人用力吹三下，啊、哦，唱他可以。用那个，比方说，我们讲的一些的什么芝麻开门那个口令那种，你可以咒语自己念，你可以随便自己念，你可以你想听，想听，想听，随便你啊，你自己想一个，就是一段，砰，好，随便你自己哈，哎，下课就打开来哈，所以这些年就可能超过你杭都三弄，是不是讲三弄？不是，它是洞里面的。洞孔啊，洞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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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洞孔啊，洞孔几度啊？所以有些年轻人在唱歌唱到洞孔几度，你听见了？洞孔好像小，大，洞孔是大，其实能藏人呀，大，大，洞孔啊，你怎么？所以身体天天在唱国语，唱国语。好，那个唱歌的又砰，又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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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石头就关起来了哈，关起来了。第一天，第一天，里面好多一片麦，富彩行业，公共维度。小孩子就有一个要演小孩子，如果你觉得声音很吸引。其实，如果你有演村民一二三四五，你也可以选一个小孩子来演。那老师，我声音很细微，可以啊。很着急哭，打听啊，日本三是这类本三省了吗？他们觉得老师以前都很信这个神，完全是不是？塞车是不是？对。不是苗栗上次吗？本三省是这类的啊，然后跑回去。阿爸阿爸，看看你们三人是这样啊，然后就哭啊，小孩子哈，村民就开始反应了，哈，这时候大家紧张了，这里紧张这一段哈，我不想演出了，我想让你们自己演，因为前面我已经讲那么多了，你看证明一个反应，然后众证明大家反应，不要只有什么，你的小孩如果被抓走了，你会什么反应哈？自己，我希望每一个众证明都可以加一句话下去，你讲准备讲什么？你的小孩被不见了。或者是怎么样，你会有什么反应？一句话，然后讲完之后，村长说：“快快快，我们赶快到山，能盖到楼山哈。”啊，这里就反应，压到当家的都山大，来开石头面前，很多庙门就猛翻出了石头大崩开了，因为它是两个石头合在一起。村民后就开始哭叫，不要讲哪个声音嘞，你取一个名字，阿弟姑多奈啊，继续想加你的什么阿米呐，阿米姑随便你哦，不要哪个声音嘞。一般很少用这种语法，哦、然后老师，然后众生民开始鬼哭神嚎，你知道吗？谁你的贩卖啦，谁你的贩卖，我开始后悔。然后村长，哎，非常后悔，做滴哦，还是准数要听哦，不超过你一拖几妹就后悔啦，哎呦，然后众生民开始哭，这个好，我希望说书人最后面来一句结语。如果你是说书人，就说头拜堂顶告，中隐而告心忧，黑某尊尿尿，也告后有后波，反有反波，没波时间，都就是类似你讲句，或者是你更有客家的那个肉骨里面，就是你后面我要一句结尾，好不好？你自己去把它结束。哎、啊，你不要 game 哦，每个广播都结束哈、哦。来，我们再选角色，你们可以用那个。自由的，对不对？都没有让人自己挑，自由的最好，就表示哎，我对自己有信心。那玩具你后来你大家不了解哈、我讲一遍，这是一个小品戏，它有14个角色，啊、哦，因为我刚每一句都念，每个角色也念，我让大家学员就说，哎，如果你觉得你适合什么角色，你就选，好、哦，所以它这里面会有一些比较个别的角色，像是旁白，像纯正，像表达。像是冲国为民这几个是比较个别的角色，角色也比较重。那么有六个村民，村民就是大概
讲六句话，可是都是很有情绪的。哦，村民有六个，他每个都要出来讲话。那因为他角色是四个，哎，有意思不意思啊？那所以为民，剩下的就是当重症民，啊、哦，村民，还有种老鼠，种老鼠，还有种小孩，啊、哦，按原料给好。好，有没有人知道费用？想要选旁白？你怒啊？怎么样？他很会旁白。怎么样？有没有是觉得太难，还是怎样？困难。老师，那我们好 ，OK， 当旁白哈 ，OK， 好。我小时候老师讲的永远是举手的，真的。我小时候我会背，我们以前都要背文言文嘛。我的国文都会，我的国文算比较好，但我数学超烂，我都抢在那个背的，国文超好。那老师每次说，二十分钟以后把这段文言文要默背，完，随机点名，嗯，这本行章亮高温，准备好好的哦，不是一直讲白讲白点我点我，他就不会点你，奇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忍无可忍，说老师你点我好不好？他说你会吗？我说我会了。那爸爸老师，哇，你很厉害！我说老师，其实我每次都念好，都没有点我。老师就你准备好就点你，你没准备好就点你，很奇怪。所以我就说要踊跃。然后因为那一次老师点我以后，对不对？每次我就更准备的好好，我就怕老师随时点我的时候我没准备。啊，不好，有时候背的是你滴答答的，但是你有一次以后，你就会胆子会更大。你永远不敢站上台讲话的人，永远就。我不敢，我没有那难度深哎。你为什么要？你走出去一次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困难，你就把它当玩。我们不是来考试，口说艺术是一个很好玩的课，我尽量把它教得很有趣，就是说，哎，那教哎，教你会做的好多的东西最好。所以我是比较学中做，做中学。就你，我希望回去，你们就知道相声概念是怎么样，能够不是只是哦相声口能逗哏，你们每一组都要上来说相声，每一组都要。这个，比方说，声音都要把它开发出来，而不是说只是懂一点理论的东西。所以，我讲不好没相关啊，对不对？最起码我有这个经验，下礼拜有类似的课程，我就没那么害怕。好，所以现在那个，说书人是秀凤，对不对？好，我们现在选那个村长，村长是机车的样子，自己机车。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机车，你就选村长。我也机车。有没有？村长。好。你好，嗯，村长，哎、欸，叫什么名字？陆华，陆华哈，好，陆华村长，来，你们现在角色选好了，就把你的词全部勾起来，嗯，你这样和你来我兜，你就不一样，就把它打勾哈 ，OK， 好，村民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哈、哦，你不用去故意要一还是二还是三，他们都差不多，我只是要六个人，来，村民一有没有？我们村民一说四个啦，来村民一有没有？那你就一二三四啊，五个人呢、欸？不是村民六，那我就村民一，记住自己啊，村民一、村民二，好，村民三、村民四，对，村民五、村民六，刚好这一排啊。好，村民一、村民二，把你的村民二打勾，村民三。你哦，打勾，村民四打勾，村民五、村民六，你的话打勾。好，老板。老板听你哈、哦，好，叫什么名字？云珍。好，老板。好，补充站，充补位。哦，好，修理充补位，电动机位哈。可以哦。点火，对不对？可以重要吗？啊，可以重要吗？老板重要。点我，还有按掉这个，还有没有个别角色？种小孩，没有种证明跟种小孩，种鼠的，种鼠，你也懂，还是现在几个没有选到角色的举手？所以一二，好，你们是种证明，种证明也是要。有一些反应的哦，讲话，我到时候看是众证明谁表现的最好，众证明
种老鼠。好，里面有个小孩有一句话，谁要讲？后面有一个小孩有一句话。美英的声音很像。谁？你的？他声音很像。好，那这个小孩啊，哈，你打勾。然后其他是种小孩，种小孩你可以种男生啊。哦，我这个呢，要站。OK。好，这样角色都知道了哈。来，现在啊。那六个村民有没有坐在一起？我们现在会怎么呢？你们就带着你的讲义就好啊，我们练习我们带着你的讲义。来来，那六个村民坐这边好不好？就刚好六张椅子，旁白可以不要动没关系。不用，没必要。一二三四五六，不是，不用说一二三四五六，你要坐在一起。坐正的，然后众证明，因为选到角色的众证明，通通集中带一堆好吗？因为你们一起。小孩，你这老鼠好可爱啊，一点都不可怕呀。
跟评剧，他不是有这个慢板吗？
一匹马冲出来，他抢出来一匹超车，地方货场那样，就一直骂我爸，你知道吗？然后我爸就说：“那个叫慢摆，你不懂。”那个国际语有慢摆这样子的。后来有一次，我爸就报仇，他听那个广播，听到唱客家歌，就说：“啊呀，客家歌也是啊，也是这样啊，也拉不完，而且还没歌词，就这样，还没歌词。”所以，我从小就在那样的环境，妈妈一直不鼓励。但是爸爸都是一直鼓励我，说哎呀你好厉害，哎你好棒啊，所以我就以为我真的都很厉害，就很有自信，慢慢就干了，所以就不怯场啊，所以我才会说不丢脸，但是要不要有自信这样。但是客家人是真的蛮会显露的。OK， 好来，证明是是对，因为你的冰箱被打枪，对不对？再来一次，但是你的语气不错，村民三啊。你的语气算不错的哈，村民三，再来一次，好来。来来，兄弟们，出个饭汤，老猪肉菜包，全部我捞出食材来啦！哎呦，救命啊！很痛啊，捞出牙印来啦！阿妹哦哟，妈，你今天来救我呀？我的生意我已经熬到了。哎哎，一秒生嘛。全部都要露出露心哦，哎，要把布料拿手。
一样的问题，王林冲出来，用干啥？用干啥啦？用干啥？冲出去的声音哈，好来试试看。用干啥啦？冲出来！因为这差很多。记住，虽然你做的讲话声音要往里走，你是要把声音冲出去给大家听的。我一个人要演给那么多人看，所以我声音一定要放出去的，哈，所以不要一直往里面走，哈。好，再来。梁一。郑重到贵重感应，欠了把公下参详弘扬大师。开始咩哦？开会，开会了，开始。来，把公下开会。村长啊，告诉我啊，老现在位公司都是天天的啦，我来害你哦，现在位要死啦。就迄讲啊，现在就要惊啊惊。来，同建筑处哦，此枪枪都做得了。死枪枪，死枪枪，对比戏也可以，对比戏比较传神。你看这老虎对比戏啊，会有比较，就是越土越好。好，哎，村长，姐姐好吗？那我来这来给他们楼主啊，姐姐就走了，好事哦，那就走了。来，声音太弱，声音太弱，声音太弱，因为最那个四五的声音都很强哎，啊、哦，四五的声音又亮又冲出去，就是要冲出去。那我要再冲吗？没有再冲。你刚刚根本没有冲啊，你要冲到哪里去？你刚刚就往里走，所以我叫你声音要出来而已，好不好？好，先出来再冲啊。哎，村长，姐姐哦，姐姐啦，咱们这来老鼠啦吼，姐姐就来好吗？不好嘛，强强的呀。那都可以，就是舍不得哈。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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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哎，哎，各种风范的去吃过诶，但过全部无效啊。哎，你干啥哦？色彩哦，还总露面哦。那不错，来。啊，唔够嘛呀？是嘿蠢动呢。对你哈，你唔够做戏嘿
正二，再一次，黑玛莎，黑玛莎，黑玛莎，按多少钱？黑玛莎按多少钱？别吵够。你需要再加强一点啊！好，太干净，没有戏的成分。黑玛莎，按多少钱？很多个超高的呀。黑玛莎，按多少钱？别吵够。那该死。嗯，那该死这一行，那年呐，都头头娘娘都头开了，那年就是那个强调游戏，好，再一次好吗？试试看。那该死这，你声音放出来，来，都接了，都重播，声音放出来，对，好来。消化掉，因为卖你按照现在很多场合这样就好，然后把它口语一点，好吧，再试一次，好来。我这样子。
喂喂喂喂喂，习惯哈，习惯了，讲话方式已经对了。OK， 感动到来。太好了，重症了，对不对？太好了，太好了，喊呼喊呼，重症。重症再一次。好，重症再一次 ，OK， 好。等一下，一起结束。有一点那种杂音都没关系，因为你们那么多人怎么会那么整齐呢？哈，好来，有我知道，你们看人家停了就不好意思讲，对，你们会看人家停了就不好意思讲，没关系，你可以当个重症里面唯一独二的啊，对不对？好，好，再一次，好来，哇！
好，等一下这一段哈、哦，村民六，你刚刚的反应不太对，你那个反应，因为你一落，后面全部跟着落。哎，弄出个糖豆狗伤，全部走出来，反正冲口你这位呢是很好奇、很意外，你好温柔哦，好、哦，然后好像重症，因为你一温柔重症，嘿嘿嘿，那个情绪就是这样。你有啥眼界哦？给你尿买，来尿买，而且我刚尿，来卖掉卖你啊！你的尿是干了？给你尿买，来尿买，你当电脑呢？你吵起来吗？吵不起来。对，是两个人，你的声音就这样，所以你就这样，他们才能好接，要不然他接你，他就是弱，好吗 ？OK， 你这里是反应，哎，怎么老鼠？听到人家上课跟着走，这不是天下奇观吗？是非常意外的事情哈。OK， 来。哎，老师，他都该够上，让天使走开了。就太大概超过外面这想象的。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不够。好了，他是再次。那我搞好六吧。那搞好六，我六还六都是。三声的，哎哎，先反应，哎也可以，露出长豆狗伤，全部就走出来，哎，给前面的冲口你这位呢，你把它分段，哎，露出长豆狗伤，全部走出来，哎，给前面的冲口你这位呢，你假装是有看到那个画面的，唱歌的人在唱歌，老鼠跟在后面，这就叫画面，好吗？再一次。你把它分段讲，不要急。Yeah.
品味就要那么干净，不然天天哦，那酱跟他撒娇了。那该请你杯金妹，我叫你杯金妹。啊，那该那一杯金妹哦。有。
其实啊、哦，你不是要打主板，这时候就用主板打作用就可以了。好，好，好，哎，好，这当作是一个那个暗号咒语啊。莫哥，莫哥，吃个阿弥陀佛。是你的痛康天人宠物感应，他也广阔。莫吃哥，莫吃哥，吃个阿弥陀佛。有一个社保，因为收入放慢，房产行业广进步。你的气势就落下来了。一定
金的，你不，你的金的听听，那就听落下来了。啊，就是讲，你在想当时的情绪是很生气的，而且他原来是要给你一袋，给你一块，你听啊，怎么会这样？对，人家欠你10万还1万，那你有没有让你翻？对不对？一定就是那种反应。然后村民有两三个比较弱啊，声音，因为大家都很强，你就声音冲出来，啊，声音就这样把它冲出来，往外走，往外走，不要往下，往下一点，这样子，这个声音，5分钟哈，5分钟让你们自己。然后还有。一律叫它纯照嘛，哈，就不要有正照，就是纯都是纯照的，因为有哈嘎照，纯照。老板是哪一位？好，你因为老板只有一句话，所以其他都是证明，你知道哈？好，你刚有演吗？没有。啊，你就一句话讲完就在那边打脸啊！你要再演，要去演证明跟那个。好，那你那句话哈很重要哦。啊，你刚我记得就是有点那个，你就把它决定好要怎么讲。啊，人家都出露出尾哈。干干这块，听得到？问你乱爬了之类的，从我的店里还问你乱爬了啊！东西全部这样闹坏的，就看你决定要怎么讲，就把它设定好，你讲出来才顺。要不然你一讲，你就要照那个意思，要你就会不顺，然后是很生气的。好，比方说一开始可以，你要出啰嗦哎，问你乱了这块，所有东西就这样闹坏，这种电脑呢？边讲边改可以哦，要够凶，哦，然后那个旁白还说，虽然全品当天用的，那露出要喊个老的透露出，不过还是要懂懂，就是因为他们就一直跑，很猖獗这样子，啊，整个情绪才会连贯。好，有没有你问题？没问题我们就开始喽。有没有谁还要加强的？就是语气，语气，演戏就是语气呀。是，我想，如果面对一个学生，他就是凶不起来，他就是没有办法，哎，那个声音的特质没有办法说，难道说那种愤怒啊？我觉得是，你要先，所以你要先开发他的声音啊。你先，如果他只要有大声就可以，大声就可以凶。因为一般来讲，很多小孩子都面临到一个声音很小的问题。声音很小的，他就是不敢，尤其更害羞的，他就不敢讲，但是声音很小。而且你们给他做一个训练，就是你因为你坐着上课一定要坐正，然后声音一定要冲出去，不要很共犯啊。什么叫声音冲出去？他可能不知道，你们可能也都还不知道那种感觉。像婉君之前在猫里，应该我们都有上过这个课，对不对？声音他就是，比方说你 R A E O U 对不对？啊，等就往下走。我要你现在这个阿是跟着你的手一直延伸出去，你从你的耳朵这边哦，你自己要听到你自己声音的共鸣，就你的手出去，声音要一直出去，去练那个声音。他现在小孩子动发就所以打嗝了。你在尬聊没有？你要跟他讲，声音首先要张开，然后声音一定要出，就是坐正，然后声音平的出去的。所以你自己可以改变的声音是这样出去。像你们刚才有时候在，他们的声音就是直的出来的，所以你们听到就是很亮。他们也没有用麦克风，可是我跟你讲，他们的声音就是，有的老师声音就是按钮够，然后按钮够，你看声音完全就是不一样。所以讲声音你要冲出来，你要把声音降低。传播，
船舶不是按钮按钮够按钮够按钮够，你在你看剧本，你就要有信小，你就都是按钮，你这样子你的声音就下去。如果你一直先救，那阿妹哦，你的声音是这样哦，阿妹哦，阿妹哦，你的声音就不一样，就会往上，就会往上。所以哦，声音一定要先出来。他如果老是这样，那声音出来，慢慢再大声，然后凶。凶就是干净的语言，断句不要有拉拍，比方说懂定你脑内，跟懂定你脑内，有时候老师讲话会这样子，跟懂定你脑内干净，我所谓的干净就是断，我们讲的断句。所以刚刚有那个跟那个我讲说，哎，你们好像在撒娇，就是这样子。你该有的要脱，比方你要撒娇的时候，你当然要撒娇，哎呦，你撒娇哎呦啊，大概是太难。对不对？但是你凶都不行啊！哦，你懂定你脑那天才用按钮呢，不然人家男的吓死。你有所谓撒娇，你要加一点肢体，哎，有。你要加一点这些东西，即使你坐在那边，它可以帮助你的语言，因为你的语言没有动作会一直噔噔噔噔出来，你加一点哦。我们以前常讲嘛，这个杯子是你打破的吗？其实一句话，如果老师问学生，小明，这个杯子是你打破的吗？疑问，对不对？这个杯子是你打破的，对，这个杯子是你打破的吗？还怀疑，所以一句话，你用语气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当你拿到剧本，你可以讲，你哪一种够好？比方说，这个随便举个例子，这个正一哈，老鼠跑到我家偷吃东西了。你跟他啊，老鼠呢？老鼠怎么跑来吃东西啦？哎，你去讲，或者你还用另外一种，吼、哦，那狗母老鼠哦，瞧不着啊，偷吃东西啦。哎，你自己感觉哪一个比较好，你就选一个。你一旦选择你要讲的话，你就要忘掉你原来会的那些东西。比方说，像刚刚有一个学员说，因为你要讲，马该因为你很多东西加在一起，你都不忘掉，你三个都会讲，然后你讲得很乱，然后放的位置还不对。比方说，你马该时间还按到先都会冲过位啊，你可能想到马该时间，你全部都按到先，你就不知道放在哪里。如果你没有办法讲，就拿掉一个，因为按到先是最重要的，因为。都什么时候你还那么悠闲？这个 lock 先就代表什么时候？所以你什么时候不讲没关系，但是这个 lock 先一定要讲出来。哦，那你啊 lock 先还都超国位啊？那 lock 先是有双重的意义。哎，给妈时间还啊 lock 先啊，考试人呢，对不对？还在那边超国位，还在干嘛跳？这个 lock 先有很多种意思。那你如果决定了，哦，讲 lock 先不想讲那个妈时间，那你要把那个妈时间忘掉。除非你两个都能讲好，给人家开时间，你到现在都超过，你有把握你就把它讲好。但是话你要还要把它分段，把一句话把它分好几段。再举一个例子，难度比较长。好，比方说孙明是，有一句。尊重排名就带兵去啦，压手面都输了，庆冲耶威啦，就哎呦，尊重排名啦，你就带兵去啦，压手面都输了，最冲耶威呢，你把它分段，你也可以很急，尊重排名就带兵去啦，压手面都输了，最冲耶威呢，你也可以一气呵成，但是情绪感情就必须要有，不要噼里啪啦讲不清楚，你可以去尊重排名，就带兵去啦。我们都是最冲烟味呢，你也可以用那偷偷跟那个小声话、大声话、小声说的方式跟那个村长说，就是你自己想办法说，哎，我用什么方式来演绎它？一直强调剧本是死的，但是我可以把它活用。你就想就是讲话嘛，前面人讲完，我怎么去接他？怎么去接他？好了，那我们开始喽，我不打断。看你们到底会有多少位？好，我不打断了。所以你们接的人、接话的人啊、几个哦，旁白的，然后唱歌者接唱歌的，然后村长的几个啊、村民、众民啊，我就看。
看电视哦。来，预备，走。漂白，漂白，要你注意到看到的，要你除了就是改善我们的现在衣服，穿衣服劳动很不改善吧？不过有另一第二件的事情，还是这个。你的阿公啊，一推金的哦，送来啊，妈该啊。
会琴的啊，你唱较夹的，班会主任哦。哎呦，就算了。村长太爷，你就答应你啦，电话号收那老粗的最重要的啦。就会呀、啊，就会呀、啊，阿内下你，这些东西全部我是在抢票，阿琴妹，那妈妈该小用啊。错呀、啊。三公啊！
孙苏玉婷，阮从过年一推结尾，爱的就好嘞。Thank you.
老师可以上到十二点没关系。好。好，来，稍微讲解一下哈，几分钟。哎，来，你可以单口，对不对？你可以对口。你得个当作，刚刚你的问题讲，你得先掌控吸烟，你得控会用，有嘛问题吼？当然最好不会用，最好用吸烟对吸烟。可是我发现这个班好有进走，那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还光视线轻松，只要你的搭档听得懂在讲什么，其实没有关系的。不用的，背起来我是很用他们这个要好几天才背。不用，但是最起码的语气，语气下午稍微讲一下语气要的。随便嘛，不是随便。首先你要先配对，好，配对成功之后，然后选段子，选完段子之后，然后我来稍微的讲一下这个段子大概讲的是什么。好吗？好，准备吃午饭。对。